北京时间5月24日消息，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吴千语与男友林峰在美国时被媒体拍到两人的亲热照，女方更被指是港女，要男友买名牌包和跑车，又说他们戴上了婚戒在美国结婚。吴千语昨天出席活动时没有否认收过男友送的名牌袋，强调男女朋友互送礼物很正常，但却否认了收过跑车和结婚之事。总之，他希望像普通情侣交往，保留一些私人空间。两人在美国时被指戴上了结婚戒指，吴千语解释，戒指是配饰，家里有很多的饰物戒指，回港时摘下戒指是不想让大家误会，现在完全没有订婚和结婚的计划。他们回港时，林峰在机场送女友上车后才入闸。吴千语对男友的绅士风度感到开心和甜蜜。